这是要转风向吗？同志们，这杆并且还非常好，黄球刚好有角度出来，黄球有几种方式出来啊，可以这样，然后下来，然后再上来，直接叫到这一颗红球啊，再上来一点，来，跟在我这里搞出来，叫这一颗，然后跟着打黑球。哎呀，那不这样走，哎呀，不这样走，那就没得说了。你看，出问题了吧？不听我的，这杆只能是这里了。还是中袋。现在整个红球分布还算不错。没带好啊，但是也没多大关系，这个。好的，没问题了。这一下，这颗球一打，起也行啊，这样一起就搞定。不要走了，吓死人喽！还是多了一点点。好，这一下过来之后就没有问题。那么这一杆呢，基本上会直接拿下。这一杆球就被迫要顶球了，刚好中低杆顶一下。顶一下之后呢，两边都有球，这种球这正好是开球，轻轻顶。小迪杆点回来，感谢大齐的啤酒。
来，相不相信？单杆过白。4675，你好。感谢嘹亮哥的辉哥必胜。哎，怎么来个辉哥必胜呢？哎呦，丫头她说，搞了个冠军戒指啊，嘿嘿，今天心情很好啊，丫头她说，啊，感谢4675的两瓶啤酒。现在只有一个，刚才开了一个单杠过百啊，只有一个朋友选择了会，然后我跟着选择了一个不会，因为没人响应，我就只能来响应一下。不过这一杆要单杠过百的话，需要，你看我还没说完。哎呀！这个还是很危险的，虽然说严彬他62分，但是现在没有超分呢、啊，黑球超分，黑球没打进。这个局势非常的危险。沃勒斯顿这个很有机会一杆反超啊、哦，真的是，哎呦喂！情况不妙。严明涛在吃手指头哦，砸了一个人。现在32分，如果打6分的话，刚好沃勒斯顿青苔赢1分。哦，他31没加呀。哦，打5分赢1分呢，就是刚才他没加红球。
这个球想要有变速非常的困难，因为这是基本球啊，基本球啊。很可能严敏涛这一局要被沃勒斯顿一分绝杀。刚才那个局势，再走，有变数，这一杆走大了，有变数，这一杆他不敢绕库，他只敢轻推，这就是变数来了。看这个六加七。哦，没变数。哦，活，一杆绝杀，还加了一个很强的右左塞。